我的父母被武魂殿追杀，最后母亲惨死，父亲被逐出宗门孑然一身。只要你肯为我报仇，毁掉整个武魂殿，臣服于你也没什么。你耍我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我怎么可能与你妥协？武魂殿！ 将是我一生的仇人！唐三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是归顺，还是毁灭？我也再回答你一次，战！第七魂技，武魂真身。七魂技。 武魂真身，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第七魂技，武魂真身。 七魂真身，兽魂化，老实说过，这种特殊的武魂真身是武魂变样了，既拥有兽武魂的兽化增幅，又有七魂的坚韧强势，乃是极品。第七魂技，武魂真身。这就是六翼天使武魂。